本身呢有讲过，就是讲咱这德国厝这个保护区呢，啊受到咱考市长的重视，啊所以呢，伫遐大概呢，伫遐整个呢，啊拢已经伫遐咧规划啊。那么呢，规划中呢，已经哦有演变到过去吼、哦，过去毋捌知影的代志，最近呢已经有一挂问题来突出了对。就是讲哦，伫迄、那个德国厝的部落的这個地段呢，伫这个浙江遮呢，伫民国呢78年呢，和军方呢列为保护区。无列为保护区，伫搁较早咧，吼、哦，而且叫对，伫搁较早咧列为禁建区。那么禁建区呢，诶中间呢，伊禁建，但是诶土地呢，伊是还阁是一个建地啦。所以建地时阵呢，即个住户呢，即搭即个住户呢，伊同款有立即个地价税。那地价税时阵呢，买卖呢，伊毛立立征得税。啊！伊即摆代志来啊！即摆咱这保护区呢，要来作为热区段征收。区段征收的时阵呢，这个是拢，这是拢农地。这几个哦，新厝后壁遐呢，遐几个拢住地，迄个建地。个这区段征收呢，要来分呢，咱即摆是以10%？原来协调是40%，啊，即摆是阮会阁提高迄个分配比例，因就是单议员甲遐老百姓阁定情，啊，因为当初时迄、那个因为即个保护区部分是有关建筑用地，哦，所以阮现在向军方咧查证即个原来的保护区的迄个确实的范围。嘛是到底遐电农甲遐地主到底伊会当区道征收会当分偌济？阮是希望有经过两边的迄个协调啦，吼，阮是希望会当提高到45%来处理啦。对，我要来甲咱科技岛来探讨者。过去农地咧，因这农地咧，伊唔免去缴农地，免缴税。那么因建地，因必须要缴地价税。那么买卖的时阵，伊需要缴征得税。那么本身嘛，甲你地政局长有甲你再三的反映，就是讲，即过去因即个人足可怜，吼、哦，第一袂当去老厝建建，互军方。那么你这样是要分的比率的，甲农地也分白济，安尼我本身认为也无公平啦。是了，你敢听我讲的意思？吼、哦，因本地伊是因本地个建地啊，那么互军方迄落军方的。列为保护区，列为袂当落去老阿厝，袂当下着使用迄、那个使用执照。那么你即摆要区段征收的时阵，你即摆这個土地比例，本来地主嘞、佃农嘞，甲这个住户嘞，本来时阵咧分配这时阵，这是毋是对这個过去有纳税守法的人，这个人是毋是无公平？市长探讨一下啦，吼。伫顶届小迄个本省的总咨询的时阵，啊，佫有甲咱干部讲的，甲咱干部局长讲过，当伫迄个以后这条联络路呢，联络路要拍通去到台南县的交界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啊，那无这条溪18米的道路呢，即摆伫遮，那么溪18米道路落去呢，德国厝甲以后要拍通14米的道路遐呢？这条就是原地个14米啊！啊，结果即届总预算呢，干部叫我看起来，小你甲我应付，嘛无甲我准备要去甲征收遐道路扩宽啦，嘛无准备要甲扩宽那条道路，拢无变落呀。那么18米的道路呢，有可能伫明年个完工啊！吼、哦，干部局长伊是讲。伫12月快会当完工个袂，我是讲12月恐怕也无法度完工啦。那么以后这条18米个道路呢，完成个时阵，遮拢14米，遮规拢14米，那么遮剩8米。啊，顶届呢，本身伫第一届总咨询个时阵呢，佮建议咱市政府呢，
这层爱要扩宽，扩宽起来人工以后会当接落呢，这条保护区呢，这区段征收，规条道路完全为联合路十四米会当通到，通到中山路尾遮。啊，结果干唔叫？我即个看你拢无甲变呢。伊得跟陈员报告哈，那个第二十八米，现在管线都已经做好，就剩下那个古厝哈，文化局现在在拆。哦，那个文化局拆一千万，大概三个月就。我唔是你该讲十八米啦，十八米做到底，我都知啦。我知。迄落一工更贵的铁棒的，我拢知啦。是是是。哦，做到底个状况，我比较了解，我逐工伫遐个啦。谢谢。迄个新兵，更我一个你来讲，迄铁棒断了，也无细空，直直拢硬落了。迄新兵本底是拆安尼，落了，倒个迄个新兵拢成安尼。对，所以十八米的道路我了解，我逐工伫遐咧讲讲个啦。谢谢。这个你讲的这个东区，东区四等三十四米多咯哈。嗯。这条拢总爱一亿一千三百万，哦，爱一亿一千三百万。我是安尼建议啦哈，因为这主要在。啊，你建议啊，无啊。这条就是讲，无啦，这中位吼，就好中位了。你再给我建议。无啦，我是讲。中位了啦，吼，这后边遐中位了，即马路个会当开嘛，啊无你先开这条都无效。中位了，几当你毋知你退休啊呢？无啦，中位了，迄条路若路形出来吼，咱接头前这条。无啦，一块一块，好啊，来甲阮市长研究看卖。市长啊，这条十八米的道路，那无遮呢，这个挖工呢，趟入去遮落缩下，迄有够危险呢。哎，迄千几万尔。敢真正为着要改善规条道路畅通，规条道路要畅通，咱不要讲。讲是一亿一千三百万，不是千几万啦。你打在讲我这。有一亿一千三百万。来答复一下，一亿一千三百万。遐一两百公尺尔咧。我甲迄个议员报告者吼。迄广告定价一百四万几个。拢总都在做遮长啦，够好啦，吼、哦！你做哎呀，你啊，做遮长，你包括保护区呢？无啦，无保护区啦，保护区是伫这后壁，这地后壁。拢总吼，这个拢总，你算唔对吧？无，这个咱普通吼都爱广告地，佫加四成啦。你讲广告地，加四成。我讲遮无超过四万块。你是一平啊，是一迄个？就那边，对啊，啊一平就十几万啦呢，十四五万，搁加四成呢。啊呀，一两百块钱。咱这普通哦，道路咧征收工程费，拢足少啦，拢差不多土地费用差不多十分之一尔啦，所以主要是土地费用啦。遐有遐济吗？你算对唔对？这干啦，好路现在一百公尺就才六千万啦。那假使讲总共的经费千外万，会当拍通这条路吼，咱绝对。优先来做，我若上亿哦，咱来总体去评估。市长，啊，这无拍卖袂使呢。我无拍卖，咱来想办法啦。你想讲啊，地主甘愿讲先提供，我以后甲分几年了了付，等等，有足侪方法啦。对啊，啊，这无拍卖袂使呢。嗯。你起十八米的道路就落去啊。这是安尼啦，这吼，因咱每年需要开辟道路，事实是上侪，因是足侪，因咱一直咧吼，这社区咧发展啊，大家一直咧扩充。即么问题是讲，你这优先顺序边啊安排？要安排先，咱足简单嘞。第一，难免土地钱的，干那工程费，咱绝对吼无条件优先选择。啊，第二，有需要土地费来讲，啊，土地吼侪少，加个像公有地较侪，啊，咱个迄个优先。我来讲，分期分较久的，吼，会分较侪当的，互咱每年负担较少的，这种足相对性，足公平嘛。啊，所以你讲迄条路一定爱开，吼，像咱这万十八已经用几多年的时间，吼，这个克尽任何的困难，吼，克破诶，迄个突破任何的困难，甲伊处理到这啊。但这个讲含伊连接的道路，当然足重要啊，足重要，吼，是重要到什么程度？啊，咱相对能力到什么程度？这检讨一下，好，这个列做一个案来检讨啦，吼。哦，我认为讲吼，这条道路吼，以后吼，卖讲吼，这条。规个林路咧，来到遮咧，拢十四米啦。
啊，剩这一两百公尺、百几公尺，要扩宽啦吼，这咱爱做一个检讨啦，吼、哦，做一个检讨，咱必须要呢，有哪爱赶紧呢，来以后来配合着整个呢，这条联合路会当，吼、哦、吼，规条十四米会当通到台南关哦，整个会当畅通啦，安尼好无？市长，吼、哦，联合检讨啦，吼、哦，可能无遐侪钱来，干部局长你讲，不是局长啊？哦，最近恁的壁结足水呢，吼、哦，恁的壁结足水啦，这条这是不是咱卫生局啦？是啊，啊，咱的壁结足水吼，咱的壁结足水的，啊，你一年当迄个登革热宣导开偌济钱啊？一年当登革热宣导开偌济钱啊？详细数字不是太清楚，总应该是差不多100万左右吧。几台机呢？登革热宣导呢？嘿嘿嘿。啊，当然这包括各种的费用啦，唔定讲干啦讲宣导尔。不过阮即届阮有参加南部的比赛，阮每日有参加比赛，有日一日拢分10万块，20日就有分20万啦。这嘛算宣导的费用啊。一日啦，20万，台南市几日检查？一日1万，有20个日参加，所以分20万。好啊，你莫去搞讲废话，我拢咱先来讲主题啦。是。你这地，我这地是，我文特的啊，吼、哦。这地是本案的副市长用口述啦，就是讲我跟你讲啦，吼、哦，跟你讲哦。咱这墙啊，这地表真好啦，车辆真多啦，咱这地来来个做租人啊，吼、哦、做广告来租人啊，一定大赚钱的。我这本的位头到尾拢甲形形的，你蹛伫到伫这个九十五年。9月28日跟他签约，对不对？今年就今年9月28日，差不多的时间。95年9月28日签约嘛。今年9月28日。你一个月租一万嘛？是。对不对？是。一个月租一万。是。啊，一个月租一万呢？押地金，押地金就对了。你一个月租一万。啊，地金加收偌济啊？六万。啊，六万。两万点了，这内底拢有嘛吼？是。那么，这间是倒一间标的啊？我一直广告公司标的。标的对，倒一间啦。对象是，这名两。我跟你讲啦，六号对不对啦？六号是诶，广告公司啦，广告公司。你连倒一间该签约你也唔知，啊你万一若几单之后你卖了，你嘛还唔知？六号广告公司写了病，连续广告啊。你这个地点来做来宣导咱台南市市政府的政令，还是来宣导这个登革热，安尼本身给你赞同。你做这个广告啦吼，这跟你袂出来。好啊，再讲我本身太了解，知影你的陈述无唔对，但是我认为呢，做法唔对。照你讲，你若加来这个广告来做咱台南市的宣导，这地点有够好。那么你甲做这间卖厝的公司，这间都拉伫大门派出所甲落遐咧起啊。还有当时啊，别人会笑我伊呢。我大声哦，人甲我讲的时阵，我嘛当作是讲哦，你甲卖厝的头家足好呢。啊，无啥规台南市会当伫这黄金的所在，做这个扛棒这大地遐。但是我嘛无爱甲你冤枉，我嘛去甲相关调出来了解看卖。我感觉吼，台南市啦吼，那如果副市长讲的，讲哦，咱哦来用我这咱台南市市政府吼，咱所有的直属单位呢，大家拢来做广告哦，我感觉安尼吼，人外口无介好听。你若过来做咱市政府的政令宣导，我是认为较好。
咱有欠，但是市政府有欠，这个各位一万。